准备了大红花轿来接你过门呢。轿子还是你自己留着用的啊？哎，众位街坊，众位街坊，大家呢今天呢得做个见证，小女咏春呢今天跟高升少爷比武，如果要是打输了就嫁给高升少爷为妻，如果高升少爷要是打输了呢就要在我的豆腐店里啊干活三个月。哎，今天的比武呢纯粹是为了切磋武艺，点到为止。二位啊，准备开始吧。哎，废话少说，早点回去，早点洞房啊。哎，等等，我有一个斯文一点的比武方法。干嘛画一个圈啊？就在这个圈内打，双方互攻三招，出圈者输。娘子，小圈子够亲密，我喜欢。好，那我就不客气了，出去。高升这个人好色卑鄙，所以如果你能预先知道他攻你哪个位置的话，就可抢占先机，攻其不备。现在我说的算了。打什么打？还打？扶我回去！弟兄们，扶我回去！